昨日上午，胡军的经纪人在京举行了婚礼，胡军、佟大为和朱雨辰等艺人现身捧场。婚礼仪式上，胡军的父母为其经纪人证婚，成为了现场亮点。胡军并上台送上祝福，朱雨辰与女友江妍牵手首度公开现身，两人大秀恩爱。朱雨辰曾经在采访中形容女友江妍长得很漂亮，笑容很温暖，眼神很简单，而且很会做饭和照顾人，更坦言自己现在很幸福。不仅如此，在好友的爆料中，朱雨辰则从一个大男人变成小男人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，再加上偶尔的撒娇，让人大跌眼镜。娱乐99，张丽报道。花香带走的